虽然已经身背四次犯规，但戴维斯现在还是留在场上哦，让比赛真的会非常倚重他。这漂亮的一个假动作以后的投篮啊，今天被志群教练派上先发的罗振峰，得分也开张了，双打后的一个高低中锋搭配啊，可惜没有成功啊。哦，不错，又是罗振峰，哇，这次找到出手的空档，漂亮的摆进两分。罗振峰切得非常快速度啊，很期待太阳到时候跟台啤的交手。好，下半场一开始又是罗振峰在篮地下面得手，要你单打了，对，过了，没错，贴传哦才是最重要关键，对，多一次传球啊，非常漂亮，哇，又让罗振峰在篮地下面有空档出手了，对。